陆观光署在日本各大城市所举办的推广台湾观光活动，有美食有特产，每个场次都吸引不少日本民众来参与。日本超爱台湾，光是去年就是来台国际旅客第二名国家，观光署用多元方式来行销台湾。小波长相甜美的日本人气新女神川口春奈受邀担任年度对日台湾观光形象代言人，宣传影片更在各大车站和指标景点播放，让宣传效益最大化。私たち今台湾におります。来哟，ね、あのね、台湾観光局の PR に一緒に。川口春奈来台拍摄时，从北到南玩透透，让更多日本粉丝认识台湾。社群媒体行销还有他。今からみんなに観光プラモを。超人气日本网红 Eason YT 频道订阅数破2000万，来台旅游拍片介绍台湾，影片累积百万观看数。东京时尚圣地涩谷 Parko 也和观光署合作举办特色宣传活动，让台湾能见度更高。台日友好大串联，除了实体活动，也结合社群宣传力，更推出国际旅客优惠交通票券以及抽奖等活动。展望新的一年，期盼日本客来台观光人次能大幅超越疫情之前的成绩。三立新闻综合报道。